说到Adidas 它是我觉得马来西亚或者甚至就是这个整个区域吧，就是唯可能很少数的小号演奏家，然后能够 improvise， 能够玩 jazz， 然后又会读谱什么之类的。因为你算是很 in demand， 在这个 region， 就是整个亚洲，对吧？因为你的工作就是去巡回啦，什么这样子。没有整个亚洲啊，其实是因为可能在亚洲小号是比较少人玩的东西，就算有玩也都是比较就是 classical 对方面嘛，对对对。因为说到能够 improvise， 真的很多时候我们要找人能够做到这件事情的，有时候就是真的人选不多。嗯，是。那刚才为大家演奏的这一个呢，是叫做 But Not For Me， 它是一首 George Gershwin 的曲子。这首曲子你选是什么原因？我上听是谁玩 ？Miles Davis。Miles Davis 啊，嗯，我第一次听这首歌呢，其实是听Chet Baker 啊 ，OK， 我超喜欢Chet Baker， 他唱歌，他就唱这首歌，就很 straightforward， 就没有什么抖音，就这样子，然后就玩。可是对我最大的影响，这首歌其实是我最爱的小号手 Roy Hargrove， 他去年11月去世嘛，嗯，因为他对我的影响很大，是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就当他去世的时候，我才发现到原来，他这样远，他对我的影响是大到差不多，我每一首学的歌都是要学他，就同样的歌，就是因为他演奏我才会喜欢的， okay. 这样子，嗯，所以对，这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因为他了。